出击！Enemy double kill！ 你少一个人啊，少个人开的很好，但是少人这个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呀，对吧？四打五，哎，还有对面还送了一个，最后本来就是个一换三。然后小火龙第一个 W 空了，小火龙如果第一 W 在这里留着放的话，感觉伤害 AOE 也挺足的。牛头 Q 两个，雪人撞两个，然后小火龙这边 W 给的好的话，这波也不好输啊。唐僧拿两个击杀，我 C 了呀，我操！三个击杀都挂在我头上，他妈得 C 啊！不可能慢下来！充能完，不用全大补。啊、真能 C 吗？锁头啊！对面有锁头啊，锁头进来剩还能给大招，全往我脸上。对呀、啊，到时候。他们就跟炼金男爵一样，爱说大话，坏事三三。我失去耐心了。完美是不可能的，不过这不就是人生吗？看了一眼，哎，小凡，
这大招回血没给到，狐狸也交闪了吧？不然我感觉狐狸是狐狸交的闪、啊。奶奶说过，做人要不怕出头，她说的真好。感觉这把先出先挂饮血剑，不用不用，这把不用挂饮血剑，把常规等下出无尽就行。除了肾都挺脆，这是要出焚天吗？我跳不了，肾好像还有大招哎，和他贴脸打的话是特别的舒适。
错，也就长了教训。人人都指望着我，我不能让他们失望。充能完毕。哎呦，这小玉凡，是我被他玉凡到了。这个嘛，暗影破剑。这能出到轻亮影辅助，也不是出暗影破剑的吧？出心思的吧？对啊，我记得是出心思的。完事儿，已经赢了，真赢了吗？不出意外的话，但这波可能就要出意外了。没出意外，看你敢！我一直在保护我的同胞，当然也可以保护其他人。小心脑袋！我要你。
府还遇到过更糟糕的场面，所以我们能赢。我保证下次会的。轮走嘛，在这回城走不了吧，要保他。真保，真保他吗？我觉得真要保，就是我是觉得死了就死了，我是觉得小火龙们死了就死了。小心一闪哦，这么装，真小心被一闪吧。光啊，你要还是最后通牒的。我真回了吧，我不陪你们玩了，我回了啊，回不了，看一下吧，金刚影出来了，那是真追吗？金刚影来了，倒了。
这终于快玩到225了。OK， 点了，快玩到225了，但是对面点了。